欢迎卷毛老师。广众，恭喜你要发行第二张专辑了，也恭喜我能有再一次的机会跟你合作，是个非常愉快的经验。然后在这里祝福你能够照着自己的步调，然后继续的创作好的音乐，然后为这个复杂的世界带来多一点单纯与快乐。最后来呼一下卢广仲新专辑的口号：卢广仲新生活运动，哦耶！